来这一题哦，也是我们92年 B 卷考题。来这一题哦，他说首项是-20，第七项是-11，问你，他说第几项，对吧？这个等差，它是一个等差序列，第几项开始是个正数？来看黑板，哎，什么意思？第一项是-20，第七项是-11，告诉我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小。越来越强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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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上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问你第几项开始变成什么数了？正数了，相信不信？好，老师常讲，对一个等差而言，它灵魂是什么？公差。所以说，麻烦第一件事情，先把公差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怎么算？他说第几项？第七项，等第一项加几除？六除。所以说第七项事情-11会等于-20加几除？六除。-20可不可以一关？可以，一关加20变几？9。所以六除等于9。所以说告诉我除是几？2/3。来，听我讲话。除是2/3。题目问你什么？第几项开始变成什么数？正数。来，什么意思？老师假设好不好？设，呦，听我讲话哈、哦。第 n 项始为什么数？始为正数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假设加到第 n 项开始变成正数，行不行？老师问你第 n 项怎么写？第 n 项可以写 a1 加几除？n 减一除，要怎样？大于零，这样可以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哈。来告诉我，首项是几？-20。告诉我，除是几？2/3。所以说，乘上2/3，乘上这个 n 减一，要怎样？大于零。好，有分母二，喜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啊，同乘几？二。乘上二变几？负几？40。加上乘上二约掉，对不对？剩几？3n-3大于多少？40。这是几？-40减3，-43一过来，所以3n要大于几？43。来，告诉我，3n大于43，可见 n 大于几？3/7，43。3/43是几？十。多少？十几？14点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所以说 n 要大于14点多，所以 n 第几项开始变正数？第15项开始变魔鬼，变正数，对吧？好，各位可以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